分泌数核酸做了吗？要24小时之内的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提醒你一下，24小时之内啊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你可别忘了。谢谢带把的兜宝宝一张紫水晶卡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，老板繁荣兴旺，一帆风顺，老板事业有成啊，老板。打两枪，毒倒了，那人毒倒了。有死，别真搞个零杀一杀吃鸡啊，哥们儿。就剩一个了，战神五，战神我没玩，主机类游戏我还没玩过。等以后我真的我赚到钱了，我也买个 PS， 我也去疯狂玩主机游戏去。就一个了，一杀吃鸡了，兄弟们。为什么不在不走斑马线？为什么？你在这个路上干嘛呢？这人真是直接给他撞死了！我操！你把雅虎打在公屏上！老哥，你在干嘛呢？下一把，他直接给他逮死了！我直接给他逮死了！我日了！史上最快一块一啊，直接撞死了，现在开盘了，开盘了啊，呀呀，开盘了，兄弟们抓紧下注啊，吃鸡都输3000，没杀满5个人，兄弟们早上都吃的是什么呀？早饭都吃什么？哎，我要吃小面包了。哎呀，待会又是小面包。哎，天天小面包，烦死了，动不动就是小面包。哎呀，我真希望。好的，去吧。还有三上飞机封白啊，没写错账啊，没写错账，没有五杀，没有五杀啊，前五和八，前五和那个什么，前五和吃鸡啊，没有五杀啊，五杀是那个什么，封白了啊。Then...
拳击馆啊，这把我们还来个拳击馆啊。恭喜我有大西瓜的十一级牌子，恭喜恭喜！呀呀呀呀，对对。哎呦，这去把拳击馆人有点多啊。我日了，他哥。结束，这把。大哥，结束。日了，我还往前滚了一下，不往前滚一下，日了，这枪我拿到了。这人直接落在我枪上的，我日了，西巴塞给。有点难受，好吧。很烦啊，我日了！开板了，开板了，下注啊，下注啊，上飞机，三十秒上飞机啊！这个哥们他妈直接怎么直接落在枪上的？无语。早上好啊，兄弟们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这把来把主楼好吧，大早上了，我们要开粥了，不粥起来没激情，我马上都要困了，这种。这么快封牌，对，上飞机就封牌了啊，上飞机就封牌了，下次压快点啊。感觉这客运站没什么人啊。敌对吧。我是上的风斗，上的风斗。
还有一个，楼下一个。在我楼下，卡我。喷子我治了，没办法，他不是喷子给打死了。我应该打了好多枪，看一下大家打了多少枪。35，打了才35。他知道我在这，不能放，要打提前枪。有大包，哎，有大包我就跑一手了。他楼下还有一个，不是他队友，还有一个，他就是一个独狼了。然后那个窗口那边还有一个人。他也活不了，他三级甲，你看到没？他三级甲，三级甲加法幺八九七。啊，洛迪给我一个喷子，一个三级甲，我直接起飞，我这是乱杀，我就是。屁杆子不？开盘了，开盘了，抓紧下注啊，抓紧下注啊，上飞机封盘哦。有点饿了，哎。欢迎大师兄的飞飞兄，欢迎欢迎！跳伞直播给你们来播十一伞啊！飞的泥水像沉睡机。压伞王，来把喷子进屋一个，咱们不说三级甲了，进屋一个，进屋一个二级甲加把幺八九七就行，好吧？甲是最重要，给我来个甲就行。我是你哥，直接跑路。他那刀搂你了，黑鬼。人有点多呀，给这人负的，拿把喷子就上。太凶了，太凶了，甲也没有，头也没有，日了，进屋连个枪都没有。我是大逼屎。看那个人在那卡的。我们再等一会儿了，我们再露一手，等一手。
看有没有来这个假车库吧。全都在这个城里面的。这我们得好好利用这把大鼻屎。没假一头，但我们只能猥琐一下。冲是别想了，冲是必死，两枪就给你搞死了。哎，这不是一把556的枪，或者是 AK 之类的762的枪，不然我打这个人了。看得我好着急啊！看得我是真着急啊，还搁那炸呢。你们两个打架真的要把投石武全用完、啊、真的。打他两下，我再给人喷倒了。这么多大鼻屎吗？倒闭了，这些，这不知道躲多久啊？躲的我看有没有人过来过点之类的。没偷这些雅处就是送死，日了，等一手，稳一手先，等他们死多一点，那过点的时候，我们放进来一个，先打死他，然后别补他的甲，把他甲拿掉。这黄楼里面的老实了。捡了一背包配件，满配了 M4 这他哥啊，真的。黑鬼不过来，黑鬼过来，来这里边，黑鬼，黑鬼。黑鬼开车跑啊！黑鬼，什么东西？感觉我这假装库肯定是没人来了，在正中间，谁敢过来？我们在打过点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能勾引他，我们没头没甲，四人直接冲过来就行了。等有一个人过点，好，现在应该可以过了。他跟右边人打起来了，我们去那个房子里去。黑鬼跟那边打起来了，我们赶紧去进来摸个甲。哦，三级甲可以。活了呀，兄弟们！日了，尸体！你看。臭黑鬼，我吓一跳。你跑山上一个，有点无聊啊你。这里拿掉，这
喜欢打老狗币啊，这就是稳一手的胜利啊！落灰中的渔民。 这波还是胜利了啊！这波就能活着出局了，这就是带脑子打游戏。你们理他们干啥吗？他们不带脑子打游戏，你们理他们干啥呀？他们就只是送，知道吧？只知道送。看到时候差不多了，哎呀，就送。 KD 都没有上二的，你们跟他扯啥呀？没办法，这把落地真的没头没甲，也没枪。 只能这种稳点打法了，这是对兄弟们的丸子负责。他们那种说要不这么说上的那种，不是那压在右边，就是那 KD 都不过二的，你知道吗？没必要跟他们计较。 这把还是八个人了，讲个空投吧，打个鸡吃着吧。那肯定要对你们的丸子负责呀，对不对？ 稳一手，对你们的丸子负责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看我压我的时候，你们尽量就压右边。晚上他游戏环境很差，掉人很快，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跟看白天不一样，你看白天这个时候哪有还是八个人啊？是不是？晚上的全都是肉点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白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起码还跟30多个，你知道吧？都没加打了。你们看晚上的时候，一般像这种还有八个的时候，你知道不是外挂，你知道吧？也是那种瘤子哥，你知道吧？基本上就是尽量就压右边，你知道吧？ 你像这种还剩八个人，这几局我还是几个打的厉害的那种绿色玩家都肉点肉死了都，剩下的不是挂就是，对吧？老六。所以说就晚上的游戏环境特差，一呢它掉人快，二呢有挂，知道吧？ 所以说你们尽量就压右边。哎呦，或许这有个空投。哎呦，没停，还有这种好事儿。我哎呦，哎呀，有这种好事儿，哎呀。 发财了，兄弟们，发财了，兄弟们。
这游戏开挂不封号吗？封的呀，只是它的那个封号力度不是很大。 捡空投的好像是四人队，不知道是不是挂。捡空投的四人队，他们给他转什么呢？是不是给他看空投呢？ 哦，这里落了个空投，落了个双黄弹，他们应该是分着捡的，一边去一个，捡了这人已经，不知道是八月的，要不然 M7，M7，你看 ，M7，我们圈中心，我们等一下，他们可能要过来。 可能直接会开车上脸，也可能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我在这趴一下，待会直接开车移我脸上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挂，看一下。他们没发现他们脚底下还有个空投，其实这个空投已经比我捡过了。他们待会开车的时候发现脚底下还有空投，那我立马下来看看，发现被捡过了。 可能要来了，他看到我在胸中心，他肯定要来。只要不是挂，我们就给他收掉，给他们做掉。他们很悠闲啊，开开枪，开开车啊，觉得已经没有人了，觉得这把鸡吃定了呗。来了，看。 我就知道他看这个空投，看，他们看了，这空投被捡了，就要过来了。你过来，想架我，想狙我一手，不过我不会给他机会的，要么你就过来冲我。 把车藏一下，让他看到我一个人，他们要过来冲我。他们叫人了，要来冲我了。 把远点的这个打掉先。走一楼，拿喷子。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
他以为我在二楼，在这里等着，等他把头全部都撂完。 上了一个，门外一个，还追一个，有饭来，好，直接全部拿下，先把雅虎打在公屏上，有点小马啊，打最后面这个人，但是不搭嘎，拿掉，已经收掉啊，给他们收掉。 这就是思路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思路，就是这么打。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啊！学到了吗？嗯。捡空投，捡那么多空投有什么用吗？ 捡空投，捡那么多空投有什么用吗？不还是死吗？没有作用的，哥们儿。这是三个人了，右边有辆摩托车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挂，我们可以去给他移了。咱对一咱的自己，咱对一咱的乙兵打很自信啊，咱们可以给他移了。后面可能也有一个人，待会他过来，我们先从这里绕，看他把这后面这个人给他移掉。就两个了，应该不是一队的，摩托车刚刚就一个人。这把鸡应该是收下了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找找人，咱们有几啊？不虚他们的，终极的永远的神，直接就是说。 除非他是挂两枪头给我锁下来。后面，后面防距离打的。这个先不管，这个他在防距离的知道的位置了，我们绕一下，先把那个摩托车给他移掉。 摩托车不知道在哪里，早上好啊，早上好啊！找一下那个摩托车，那摩托车不是狗子的吧，哥？他刚才从这右边开车的。 跑到房子里去了，就一直在开车，反正不让他溜，只要他打我，他打不死我，那我就给他移了。觉得呀，这把能吃鸡的，请在弹幕上扣个一，好吧？觉得吃不了鸡的，请扣个二；觉得被外挂死我的，请扣个三。我觉得我这把铁鸡了，真的。 这个骑摩托车的人呢？这两个不是一队的吧？都跟那房间里缩着呢。应该不是，要是两个一队的话，早就打我了，早就狙我了。这不是跑到我房子里舔我包的吧？跟我打的三级头三级甲吧？ 恭喜 IG1000升的12级牌子，恭喜恭喜啊！马路。
可以，马路线就行。马路线的话，他们就基本上没法打了。我们就在这个山上转。刚刚那个摩托车的，他是在这里的，我不知道他人在哪，跑哪去了。 防具得要出来，我们准备把防具的移掉，看他是否封烟，要么你就开车，要么你就大脚步跑。刷住了，等他出来吧。 看你出不出来，出来就是死，哥们儿。还敢在溜着呢，还敢在溜着，你就别出来好吧，出来你就死。 好，还剩最后一个，有乙就完事了，给他乙掉就行了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把最后一个乙了，最后一个是那个开摩托车的，咱不知道他在哪，我们换了车。找一下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山上，但山上咱不好乙，看能不能我们就在这开，让他暴露一下位置。不会在这个边边吧？边边弯两枪头给我锁了，直接。 应该是在山上，可能指不定已经舔了我的 MG3 了，舔了我的包，拿了我的 MG3。咱们等一下，等一下圈缩，看他怎么出来。应该就是在山上，无疑了，就是在山上。沿着山边探一圈，把速度提上来。 这人呢？不是遁地挂吧，哥？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 又开始狗子了，他敢打我一枪，他敢打我一枪，我立马就过去给他弄死。你看他敢吗？你看他碰，敢碰我一枪吗？碰我一枪，你看他敢不敢死？ 这人呢？ 不是伏地魔吧，哥？捡了吉利服了。他就应该在这边，我觉得他应该在这边，在这边一块，不在那边，在不这半块。
靠，这人怎么都掉了？在哪里当幻影坦克呢？你让我切了我的赤兔，要跟他决一死战，他不出来。我日，真没人了！八圈的人呢？不知这人哪去了，爬圈开缩了，哥你出来吧，别熬了，你真的你熬你也是死啊，这人呢，我操，不见了，这人我惊了呀，我是真不知道这哥们藏哪了。哇，这里是真没有啊，不是 BOG 吧，卡在石头里的 BOG 啊。我操了，这人呢，不是在打药吗？哥你出来吧，哥，我开车转了一圈，我头都转麻了，真的真没人哎。我日，真没人，人呢？他不一直在跟我这情况绕住吧？我操，这人呢？啊，看见了！日了，你他妈真能爬，你个大西吧你！我靠，这人毛几的，我在那爬了半年，我日了！转了一年了，看不到人，我说人呢不见了，我操，我眼睛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的眼睛，我将近五分钟你知道吧，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这个屏幕，我就一直盯着它，我看哪里有晃动你知道吧，我眼睛盯疼了，准备拉满了。哎呀，惊了，真的，我的眼睛都盯酸了，你知道吧？重新开牌了，重新开牌了，呀，开牌了，兄弟们要下注的快下注了。我的眼睛真的都是麻了，爬了一年，我日了。我来看一下啊，看他怎么溜的，好吧？那咱们来看一看。顺便帮我那波击杀看一看，咱们就看从这里看，咱们这几个人来撞来冲我，两个架枪，一个垃圾点，
看这哥们怎么倒的，你看这哥们怎么倒的，看好了。看我了，砰，倒了。啊，其实就展示我们的村子碰倒的时候了。他们有很多投注物，你看他们还在往我这个楼里扔东西，以为我还在二楼，其实我早就已经在一楼待了半天了。这火怎么扔的？这哥们儿，火人哪就扔这去了？来看看他们的视角。蹦蹦倒了，多快！瞬间一穿三。再来看一遍。大皮石就是屌啊！这人三级甲，三级头，一枪给他喷烂了。这喷哪去了？喷胳膊去了。这哥们儿，这哥们儿妈的，我日了！啊，他就在这里，他就在这里，一直趴在这里，一直趴在这里。他大霸真的。我也在数多少日了，嗯。哦，他的主枪是 S12K， 你看到没有？他主枪是 S12K， 怪不得他不打我呢。你看呢？他一个都没杀，他这个人一个人都没杀。他 S12K， 他开什么枪？他还拿 SKS 打不死我呀？他拿 S12K， 他喷子，他42发喷子加那枪口的。我操！你看我走这个树地还没看到他，我操！他还在这里挪，我试了那个西吧，真的，还在这里挪，还在这里挪挪挪，给我挖真能挪。然后后面我怎么看到他的？后面我在这里，我感觉看后面我就在看着他了，你看着。后面我再转一圈回来，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他的头了，我看见他的三级头了，然后转回来就看见他的头了。哦，看见他了，我就立马换装，我给他打了。他的三级头那太明显了，黄色的太明显了，让我看见了。我直接就是看他的三级头了，无语，还跟他伏地，一直跟他伏，我日，这老刘真的吐了，这老刘。我跟你讲，他要是主枪拿的不是喷子，他早打我了。他就是主枪拿着喷子还打我的。真的，我给我眼睛都搞疼了，真的。还三十秒啊，三十秒，我们上飞机就封盘了啊，兄弟们抓紧下注啊！真的，我看着他，我眼睛都看疼了，日了，我就一直盯那个屏幕，你知道吗？一直盯着屏幕，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你知道，我就怕他眨一下，他妈直接突然给我来一梭子，真浪费浪费我的眼药水。大伙抽了游戏，抽波游戏啊！弹幕发的越多，中奖率越高。666刷起来！谢谢陈哥的两张办卡，谢谢陈哥，陈哥大气，白龙兴旺，陈哥百年好合，陈哥。哦，我们跳一波来喽，好吧，学一波我的跳伞。
三张吧，哎呀，谢谢陈哥的一张麦卡，谢谢陈哥，陈哥祝陈哥鹏程万里啊，凤凰于飞啊，陈哥，波涛汹涌啊，陈哥，长命百岁啊，陈哥，待会我再加一张。这波我们高一，我们这波，哦呦，这么多人，四一三啊，这波我们四一三，四一三，最快的，最快的三，没有之一。这波我们不要去捡枪了，我们直接去铁楼梯，好吧？这波枪我们都不要捡，直接去铁楼梯，赶紧下去。二楼有一个，在楼梯。这波我们要是在楼顶上捡枪，我们就死在那里了。你个老六，我真服了，你个老六。我好像在说我自己。子弹就不打下面了，我们留着手这里。弄了一套衣服穿。子弹不是很多呀。他们别是四个人，四个满编的话，还真有点难打啊。有冲锋枪扩容，有点难受。其实一发给我打，再拉扯一下。哇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心脏病都给我吓出来了！哎呀！心脏病都给我吓出来了！我操！嗯。心脏病给他吓出来了，他们待会儿从这边洞里翻一个上来，然后从这右边走一个上来。我这有一把步枭，妈，二百真的，我刚刚看这里面没人都没有，我准备进来，妈的，一下子给我，哦，我魂都给吓出来了，我操！楼上有个三级甲，楼上有个三级甲。什么？楼上有个三级甲？对，楼上有三级甲，还有二级炮，还有点药，你自己拿吧。来。来，楼上有个人，三楼有个人。我操！上去看看，还有，快点，有，刚才跟我说话。他怎么听出我的声音的？快快过来！他想压根没有资格，你给他收。他怎么听出我的声音的啊？别补人！你妈的，你玩不起！哎，我怎么玩不起？就是玩不起，怎么样？就是玩不起，怎么样？我补这个，我把这个也补了，哥。我补。我可以卡他。哎呦，你可以卡我，你卡谁？灭队了。来，我有三级甲，楼上有三级甲，过来拿，楼上三级甲。来，楼上有个三级甲。楼上有个三级甲。楼上三甲，楼上三甲，来姐，楼上有个三级甲，哈哈哈哈，兄弟把三级甲捡起来，兄弟你怎么躺地上了？兄弟捡三级甲，楼上有个三级甲，楼上有个三级甲，楼上有个三级甲，对，楼上有个三级甲，过来拿，楼上有个三级甲，在三楼，在顶楼，顶楼一个三级甲，来。来吧，看你来了，兄弟。妈，三楼就有人，我操！别搞。在顶楼个三甲，顶楼一个三甲。
顶了个三甲，顶了个三甲。我操！这喷子！日了，这没给他打死，烦呀！我应该拿喷子弄他的，日了。日了，我应该撂头之舞日，白了一批。我还撂两个投掷物在里面的，哎，我没想到我给他打残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敢再捏一个伞继续扔我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想到这一步，不然我就还架着了，再给他活活给他架死。忘了那个啥了，啊！再加一张麦卡，谢谢陈哥。兄弟们，开盘了呀！开盘了，赶紧下注，抓紧下注啊！抓紧下注啊！上飞机我们就封盘，上飞机我们就封盘啊！没事，我们宰了五个，我们很带劲，真的。这波他不想捂的，他被我打了之后，他还搁那边，还搁那继续给我扔伞。这把我们好歹还三十秒啊，上飞机封盘了，兄弟们。难受的一批，哎呀，早知道刚才我拿喷子喷了，一喷子指不定他就倒了。封麦了，这把我们豪宅啊。死磕右边，那你亏了呀！别老死磕右边了。走吧，我们试一伞，好吧，试一伞。你我去豪宅，其实我不去，我去皮卡多的。哎呀，骗你们的。不行，我们必须是上飞机就封牌，上飞机就封牌啊！就是封的快啊，封的就是要快啊！就四个人嘛，哦，两队的，对，他们可能有人要以为我是那啥要过来抓我的，其实我不是。啊，人呢？哎，把丫丫打在公屏上！哎呀，屌不屌？一枪爆头，日了！这个东西一直在卡我的枪，很烦。看起来像个憨批，真的。几秒一枪给他头给他爆了，帅不帅吗？兄弟们，把帅打在公屏上，谢谢。单四小老弟啊，一枪给送走，他人都懵了，他都没想到自己死能可以死得这么快。
长得好，长得好。这把我们不能去冲这个蓝，冲这个红楼的，红楼都是一队的，我们得猥琐一点，猥一下，猥一下，看一下什么动静儿。那边蓝楼也落了一队的，操，开车了，小伙伴们。蓝楼一边一个，红楼一边一个，蓝楼也有。嗯嗯，苟住，我们得稳一手，看吃一下他们行，要不然让他们来逮我们，我们逮他们肯定是不好逮的。估计这大喷子都已经在楼梯架好了。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人开车去蓝楼去看蓝楼的情况去了呀？我们上一波楼顶去，先捡一把算具，待会回来再换大币石。你又站着了，你又站着了，你站着了吗？你又站着了啊？又站着了吗？尿尿去呀，站着了呀，天天不站着。没办法，这现在是早上就是这样子，掉人又快，对吧？挂又多，马赛期末了，挂很多的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个时间段非常的难打，看这个人在这里蹭来蹭去。有一个，蓝楼都没看见。咱们带思路去杀人，带思路去打架，正好是单四的这人，那就说明蓝楼跟红楼的两个是一对的。等他一手，他一定会收了回来收拳击馆的。我们这个算计就撂了，待会他们直接就过来了，把大兵士拿上来。他两边红龙一人一个，先等一下，看他收不出来，收不出拳击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来收拳击馆的。他走应该从这个右边走，从左边走，从我的左边走，左大的右边走，我们待一会儿就行了。玩玩饮料机，滑了，我是这滑我脸上来了，这是直接滑红楼去了，哥们儿。坡下，怎么给我白的了？但是的，这就想过来了，已经有那个想法了，对对。一个，加右边。还有两个。
逼，把队友炸死了，打了一枪头。很着急，这人队友还在这样趴着呢。真死了，死了，先把帅打在公屏上，谢谢。就是带脑子去杀人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战术压，好吧，不是莽夫压了。五杀啊，左边五杀收了。三级包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这个人有身上有三级包，我没舔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是还有剩十二个，我们进一波圈啊，这把小鸡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先进圈，哎呀，舒服了！这个是航线怎么飞的？这么飞的？这样飞，好像这么飞的。这半边应该没，右边这半边块都是弱侧，没什么人。早上好啊，早上好啊，你们。该吃饭的吃饭啊，看直播的看直播。对吧，有钱的捧钱场，没钱的捧人场啊，该加群的加群啊，有什么问题呢就问啊，现在是问答时间啊，该问的问啊。这样现在没事了，现在已经是哎呀大菠萝，我是还好我们没有从下面走，我们从这山上走的，不然活活被他扫死，真的。还好我从，我说实话真的我还好从下面走，从上面走的，真的没从下面走，不然活活让他扫成马蜂窝，真的。压下去把花花叫醒，把他叫醒干什么，人家睡得正香呢，打扰人家。压哪个 KTV 的，勾吧 KTV。 压是压压 KTV。 主播怎么能和你一样的厉害啊，装一跟主播一样，装个机械手臂。公司还不落，落吧。快落，快落，还不落，快落。丫丫多少 CM？ 丫丫，丫丫有多少 CM 来着？20 CM 吧，小估一下，小估一下，应该是20 CM， 没有量过。来吧 MG3， 他大菠萝 MG3， 我今天给他整死，我看谁的机枪屌。欢迎玉兔微捣药，欢迎欢迎。没有点啊。还有人架我是了，我们看有没有去这个房区，
把这个人头先 K 了。包个一个闪。他被打倒了。我们先出去把这个人头给他补了。这个大菠萝是个挂哈，这个大菠萝是个挂，他提前枪给我秒了。还有一个，开不过。开挂没有骂，开挂没有骂，开挂不是中国人，开挂是小杂碎，开挂是杂碎，开挂是杂碎。这个拿大菠萝开挂的一个都没有骂，你们都没有爹，你们没有亲戚和朋友。哎呀，开挂，哎，开挂杀人有什么好自豪的呀？哎呀，脸呐、啊，丢中国人的脸呀，真是丢脸脸呐、啊！哎呀，开挂杀人还在那叫，是你手打的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不要脸呢、啊？脸呐、啊，啊啊，丢你父母的脸，丢你祖宗十八辈的脸呀、啊！哎呀，你们没有爸妈呀？哎呀，没有户口本啊？户口本上就一个人，孤不孤单呀？啊？啊！开挂还叫叫叫，你叫够吧！你打个大菠萝叔，你也只能打打这种局了。哎呀，只能开开挂了，根本就没有人跟你玩游戏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像这种开挂的，你这辈子……哎呀，怎么没了？哦，是了，不给我骂了，妈的，我还骂够呢，去了。还没骂够呢，给我弄没了。重新开一遍了，重新开一遍了，兄弟们啊！这大菠萝直接我是隔着屏幕给我锁了，隔着那窗口给我锁了，我是他的哥，真的。讲的我，给我讲的我的一口气讲那么多话，真的，我喝口水。开盘了，开盘了。兄弟们，丫丫开盘了啊！抓紧下注啊！上飞机我们就封盘啊！还三十秒。哎，他这种不有的时候更不需要的，他这种市场的这种辅助，哎呀，一会儿就给封了，就不用我举报的，一会儿就被封了。我还没唱歌呢，真的，我待会就唱歌，真的。封盘了。是了，我还没唱歌呢，我待会儿给他唱歌，真的是的，西巴塞给。呀，早上准备吃什么？不知道呀。早上吃小面包，中午吃饭。非秘书做的爱心早点吗？当然。他做我就吃，好吧。是吧，我们是一伞啊，是一伞，是一伞，没什么问题，是一伞。开这把人们多不多，人要多我们就立马，对吧，立马去铁楼地下。以咱们这个伞，我们拿个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我们拿枪了就先去追铁楼地的啊、哦、有九枪。我日了，他哥日了，哎，没给他打死怎么办？追了追了追了，我应该早点翻下去的。这个黑鬼一直堵着我不让我下去。其实楼上的枪我觉得根本就没必要拿的，直接就去下面就好了，日了，人有点多。
不行，我在路上趴一会儿。我说实话，真的在路上趴一会儿最安全了。Life we give up。嗯，对，哇，看我上把第几杀了几个，好，给你们接盘啊。Oh boy， 开盘了，开盘了啊，兄弟们加紧下注啊，别待会儿说封牌封的快了，上飞机咱就封牌了。丫丫中午是不是要吃分鸭昨晚留的剩饭？吃剩饭啊，对，昨天好像有剩饭，没办法，只能吃剩饭了。这两天打的老逼，只能吃剩饭，没有办法。多喝水啊，多喝水啊，你们平时多喝喝水，早饭不要吃那么油腻啊，吃点清淡的，不然你就像主播一样如此虚弱，我知道，浑身这疼那疼的，这不行那不行。封盘了啊，这把我们去哪？好像都是去这里的，但是这里有点乱，没办法，我们还是得去。尽量我们这边落的人少一点，然后我们先搜点二四过二级头二级甲再打。熬一熬的，熬的去。我这首歌感觉来了呀 baby 们，打左边，别给他露脚步，可以偷打一手，爆个闪，一手跳射，死了，很快啊，兄弟们学好了吗？学到了吗？右边来人了，下拉。这个里面的人头我很想去补，但是很危险，暂时咱们先不去。咱们有雷，四颗雷，我们用四颗雷补。开门扔进去。扔进去了，能补掉吗？倒的，再来一颗。还有一颗我们。另一颗再倒一个。没倒啊，那人不是倒了吗？厮杀了啊，还差一个。把饮料开开门。屋里有一个，翻出去了。走哪走？走左边走，他走左边走，他倒。上去了吗？六杀啊，收掉。围墙战神啊，咱就是说，好吧。
三甲都给换了是的。舔了个烂衣服是的。没有好衣服没动力啊，舔个好衣服穿穿。这波还行，六杀好像都是徒劳了，这波我们其实可以撤了，就没必要跟他们恋战了。都在山上，我们走山上走。谢谢黑暗地下城的一个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谢谢黑暗地下城的十张慢卡，谢谢老板，老板长命百岁，繁荣兴旺，老板寿比南山啊，事业有成啊，马到成功啊，老板。我们从左边拉上去。这位置我们的从左边来，我们拉高点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拉高点，去打他们。现在在哪个位置在打？他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打，线标这个位置打。高点已经没有人了，他们压过去了，底坡压上去了。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收两个人头，如果还是再打不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撤。学着吧，丫丫平时可是不教学的，直到我一到教学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，他们的位置全都暴露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咱们没有大枪，我们冲锋枪，我们的拉近点扫他，可以把两个都收掉。还没上一波房顶，这不倒两个，还打药的，人家雷都捏了打药。哎呀，这维克托怎么没给打死呀？我操，差一两枪给他打死了。哎呀！啊，烦死！啊！马了。马了，不马了，这两个人一起倒日了，我吐了，真的。啊，难受啊！开盘了啊！兄弟们，抓紧下注啊！上飞机我们就封盘了啊！没事，我们杀了六颗不亏啊，杀了六颗不亏，忍了马了也忍马了，但凡多一个快库啊，他都死了，真的。反正一逼，学废了就行，学废了就行，一点点失误嘛，对吧？一点点失误很正常，谁没有失误啊？是人就有失误，对吧？奖励吧，一趴了。四一伞啊，四一伞，这把咱们四一伞。谢谢许元许三生的一张办卡，谢谢元许三生，谢谢老板啊，老板繁荣兴旺啊，百年好合，老板波涛汹涌啊，老板。我们落正门，然后我们上二楼，把落二楼给控了，看他怎么说。他落楼顶，他落楼顶，让他落，咱们直接捡手枪，把大枪扔给他。
两枪头，直接两枪头送走。先跑，先上楼，先上楼。我日，有阳台，西马，我给忘了。我说他过来了，结果他去阳台找我去了。很烦，这波这个逼人一直搁那锤我日了。他不锤我，那少浪费我这点血，我日，我直接卡门口了。咱就说刚才那把，穿不了，穿不了，真穿不了，没甲没头，他碰我一枪我就死，碰我两枪我就死了。我这把喷子应该可以穿，这穿不了，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已经很快了。那个 SCR 可以两枪头给他放倒了，已经可以了。开牌开了吧，呀，终于开牌了，抓紧一下做啊，兄弟们，待会儿上飞机封盘啊，摇下真是吧。左边别墅靠海啊，右边楼顶天台啊，现在五杀别墅靠海。没法，他们冲的太快了，他们队友冲的太快了，我真没办法，他不会给我一点喘息的机会，稍微给我一点喘息的机会都好了。Keep bow, keep bow. Why you mad? Fix your face. Ain'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. 那倒没有，才每把下去都有杀人啊。然后前几把就已经吃过去了。你们不要瞎说话啊！不要瞎说话，话不要瞎说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这波下去直接五杀啊！这把我们灌一闪啊，是一闪，是一闪，这把是一闪，绝对的是一闪。封盘了啊！这波楼顶起码能收两个头，没枪，收够吧，直接下去。把 M 四，一把喷子，他把那个楼顶上的二级甲和那个捡了。玻璃破了，二楼有一个。我日啦，平台上面怎么还躲着一个，我操的大日大哥，我操，这老硬币啊，真的。日了，西巴有老六，兄弟们，这把有老六，不关我的事，这把有老六，这把有老六，有老六啊，没办法，有老六。这楼顶上的人他妈跳到平台上去了，这把给个好一点航线啊，下去全部杀完。兄弟们，姓丫丫的去左边走起，好吧，左边走起，姓杨姓丫丫。不能说四合啊，我落地有杀人啊，你知道吧？
这把落地杀了一个，上把落地杀了两个，那两个是没办法，这把是因为有老六，上一把是因为他们冲的太快了，没办法，不给喘息的机会。再上一把，我杀了六个啊，就是因为马了枪，没办法，马了枪的那把杀六个马枪了，确实是我的问题啊。下边这两把根本我盯着没什么问题啊，只是因为有老六，没办法的。还二十秒啊，上飞机我们就封盘啊。这把看我的，这把我下去我给你们搞一个视觉盛宴啊。这教你们跳伞啊，学好了，我们冠军伞怎么跳啊，怎么样跳得最快啊。你像我刚才，像我们上一把跳伞，咱就说像咱们上一把跳伞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就我落楼顶，他们都不落楼顶，你看到没有，就是我太快了，没办法，跳伞跳太快了，你们学好。我为什么跳这么多伞，就是为了想让你们学习跳伞，你知道吧，学的就完事了。这把我们来把高二啊，看我们的伞怎么跳的，学好了。高二我第一个啊，没有人能比我这快，这我说的，高二我第一个。你看人这么多，我根本不慌的，直接乱杀，下去就乱杀，下去就开喷，一手加伞，直接高二第一伞，高二十一伞，我们把哥关一手，认真一手啊，一把喷子，我们捡喷子。完蛋，他跳下了，妈有硬吧你啊，我是一个战术翻滚摔下面去了，我日了，没办法，下一把，这波有个臭傻屌，妈一直在后面锤我，日了他哥。跳得太好了，那个伞，下一把。我的妈，无语了，我的伞他妈怎么滚到二楼平台去了，我操的大哥啊，你看我西巴，我无语了啊，我的妈拿头撞桌子了，真的哟。上一把你们可能学的不够透彻啊，这把我们再来啊，没事，一点小问题没关系。一点小问题啊，开牌，重新开牌了，左边别墅靠海啊，右边楼顶天台啊，来下一把，没事，伞太好了，我操，直接滚平台上去了，我操，烦死了呀，日了呀，不然那把喷子拿来，我把四楼电脑全喷了。哎呀，烦死我了！不要大概，我们下一把，没事，点小问题，下一把。三十秒，我们上飞机封盘啊，大家抓紧上班。这把我们还是试一伞啊，大家学好了，不要眨眼。这把我们来一首春城，试一伞，大家学好了，放麦了啊。喜欢丫丫的加左上角助理的微信啊，进入丫丫的粉丝群啊，喜欢听丫丫吹牛逼的啊，喜欢听丫丫看丫丫装逼的啊，进群啊。下一把，没办法，没血你知道吧，被人吹了好多枪了，因为我们去顺城，其实我们去皮亚多，
我被那人锤了好多圈，我操，差点让那个锤死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不然这一队友我早就给他杀了。这把来龙，跳伞小学，大家带回去好了。没有六合那回事啊，都是杀人了，落地都是杀人了，没有说不杀人，零杀的才叫落地成盒啊。把这黑鬼宰了，有枪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AK 捡起，滚动滚起来的时候把这个 AK 捡起。这人被我打的吓得趴在地上了，大残，那人被我打大残，吓在地上趴着。还在那趴着，还不懂。在那挪，那个人被我打的在那挪的，被我打的一丝血那人。这恐龙有点个小那啥，小怂啊。一枪能摔死吗？没摔死。他好像捡到药了，打了一下没给他摔死。搜一下，我这么装逼，他待会儿肯定要过来弄我啊。赶回来了，哦，赶回来了，我日了，这把打算狙了。就咱这个，咱们刚才为什么杀了一个人？就咱这个跳伞啊，是一伞啊，大伙都看着了。虽然那个人跳伞也不慢，但是他没咱快啊。咱们一个落地，一个 F 枪就到手了，就是手速啊。好好看，好好学。整手喷子先。恐龙乱斗了，咱们现在直接过去。还在卡着他们，外面有个人，我们跳窗户给他蒙掉，出去了，那人进屋了，换一边，换这边，他舔包好像是。这里个大西吧，还好他空枪了，不然合了今天。咱们再待着，把你唠嗑满。挨打了，啊，这卸胎啊，真烦。怎么说，要不要过来？好像不打算过来，他们。
应该在填包。他肯定死队友了，死队友肯定要看我。看怎么说，犯不犯？捏东西，捏东西还得死。你捏干嘛？他想扔到，他想扔到这个扔个里面，让他遮住视角，他想翻下来。他翻下来他就得死。要不过来？还不打算过来？我们就等他，等他过来。还不过来，就等他过来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过来。他就是被我楼梯上打残的那个大黑鬼。不行，我捏雷了，小伙儿，你来不来？你不来，我可捏雷了。滚一下，等。收下啊！他应该是看到我在那个窗口上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那个枪管子应该是漏下来了。很快，他这个喷子很快喷到我了，但是我无缝层层把他两枪头给打下来了。这波无缝层层大家学好的，学着点啊，很有用的。有个臭屌丝给我们的车给我们卸了，妈呀 ！Happy， 我日他哥！这把没什么人，我们就打把双狙吧，打吧，打把双狙打，拿把 M24 打好吧。待会儿来把，待会儿把这个楼顶上人给他拴了。打一个，今天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啊，跟他跟我聊搞骚的，这波帅不帅？金马帅打的不行，这波我们还有辆摩托车啊，我们可以开这个摩托车，他要跟我们对，我们就拉到高点去跟他对，打了一枪，这一枪打了一枪。喜欢跟我们对，我们就跟他对。倒下了。对，喜欢对。打一枪，跑过去撂两颗雷给他，把左边这个先给他弄死。顶吗？顶不顶？过来炸他，应该没听见声音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真没给他打死啊？无语，我打到他的头了呀！我是了，我打到他头线怎么给我秒了？这人。难受，装逼装过头了。我说我打他头线的呀，怎么给他打死啊？我明明打了他两枪头，我是了，他怎么给我秒了一下？没事没事，小问题小问题小问题，来丫丫重新开吧，重新下注。不打嘎不打，一点小问题，可能是延迟吧，拼的问题，我给他打的就那么一丝丝了，我现在打了两枪头来着。没事，小问题小问题小问题，丫丫下注了，大伙们赶紧下注啊，待会儿上飞机就封牌了，别说待会儿封的快啊。不打嘎不打，小问题小问题，一点点延迟嘛，哎，不打嘎不打不打。不过这波上一波啊，就是咱的这个算句啊，已经给他打的就是害怕了。上波咱的算句啊，帅不帅嘛？已经给他打的就是非常的害怕了。你们都说我的算句玩的不行，其实我算句玩的很屌的，你知道吧？只是我不想打，你知道吧？我的算句一般没有人对得过我，你知道吧？一般人没对得过我。太猛了，没办法。再来再来，那也得把城里的人宰完了之后，对吧？再拿一个双狙，对吧？走吧，我们来一波，来波 L 港，封门了。这波我们来一波 L 港，是你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不要看我没把落地成盒，你知道吧？你要看我，对不对？我落地成盒那都是有原因的，对吧？真正落地成盒没有都是捞的，基本上都是杀人，落地就肯定有人杀，你知道吧？这你们放心，你们要学就是学我的跳伞，你知道吧？学我的枪法，学我的思维，对吧？不行，我退不下去了，是的。这不人还好，不是很多，一点点小多而已，不搭嘎。好吧，我们先落这个一楼，先把这个一楼给搜了。他去那个屋里了，我们先落这个一楼。等他上二楼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干他。找一个啊。好，这个楼里的人也死了。那么此时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，现在可以过点，过的时候把东西都给拖掉，哎，很快，那就是说，看好了，都是教学，都是思维，可学好了你们。这不，我们把这个枪给他换了，拿个鸭子枪口，跟着楼里走一下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再磕一瓶饮料啊！这三个楼里好像是没人，都在那一块儿。一把大鼻屎不好冲啊，我们先观察一手。偷摸的观察一下。我想上这个房地好。
等一下，我们在这等人。愿者上钩啊，一定会有人来的，大家放心。楼顶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卡视角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窗户打烂才能卡，不然的话你是卡不了的。有脚步，脚步在我这楼里，在我这房间里面。等待一手，看怎么说。这个可以补，补掉，把他人头也给他抢掉。右边还有一个，只有他的一个队友，楼顶上有一个，应该不是一队的。就是满满的教学，你知道吧？好好学着点，丫丫一般不教人的。你看我平时都是自己打的，就让你们看着。现在改成教学丫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要学着点，都是干货来的。楼顶上这个人被捕了，围墙上有一个，我们可以把围墙这个给堵了。看来是什么动向？我们可以拉出一下给他秒了，但是有两个人不太好秒，等他一下。看他往右边来，往右边来，那他两个都带倒，我们没有雷，先把那个给放过去，把这个打倒。这个倒了，这个倒了，那个他还会再回来扶。那么他过来扶的过程中，我们再给他放倒。那这波五杀就成功收下。先不要补这个人，他要回来扶。看他来不来。爬，你别往那边爬，你往那边爬打你了。来一下，看怎么说，要不要来扶？再换衣服的来了，来枪头送走。好，我们楼下来人了，不急，我们等一下，看他什么说法，还瞄着我的，瞄着我的头，把这个先堵了。一眼躲这个楼梯里。死了，啊！他在卡视角，他想看我在哪个位置。这不进来就是死。我们先往这里封个烟，然后再来个弹射烟，给这个秒了。然后我们立马翻下去，蹦蹦，好，九杀成功冲下，很快的一波啊，九杀了，九杀等于吃鸡啊。这波你们学到了吗？再拿枪，看着拉枪，看到了吗？学到了吗？他架没有用啊，咱们直接一手屏息给他秒掉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教学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能看，但是你们学得会吗？啊，很细的啊，咱就是说的很细，真的很细啊，都教你们的。往这上射个烟，然后。再往墙上射一烟，来这里可以来个烟，把他包舔了，我们直接开溜。点个溜背，好，开跑。那么大仓的那个我们打的已经是直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。直接往这个大仓方向跑。物质怎么还有？他现在躲树后了，我们扔一颗高炮雷，走。有了，你咋死？大餐。他现在要打药，他现在在卡视角，在那个围栏那边卡视角。我们现在这颗雷给他送走，拜拜。还是没炸死，他现在往原点跑了，我们压进去。
有跳射啊，虽然我们这个闪啊可能把自己白了，但是不搭嘎啊，他还是死了。啊，这波我们就是十杀出神，十杀出神加个大必死，然后还给我们送辆车，就很舒服，我们直接跑路。直接开跑啊！那么现在呢还有18个人，长沙一个18人，去了我们还有17个，我们已经杀了10个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去找一个，我们找一个防区，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，我们待在那里等着外挂来宰我们就行了，好吧，等外挂来杀我们就行了，等死就行了，我们找个地方等死就行了，外挂一定会过来找我们的，等死就行了。就这吧，好吧，这里死在这里，死这里不错。啊，给大家表演一个飞天教学啊，飞天教学。好，这波两个人全都收掉啊，他们想飞天但是并不可能啊，直接将其拿走，先把帅打在公屏上，先把帅打在公屏上，谢谢。我们先给他碾死，我把这个给撞死，我们把再把这个撞死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人给撞死。好，我们下一把。这把是故意死的啊、哦！这把故意死的，这个人应该是寡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寡，你知道吧？故意死的，不然他要被检测了啊！差不多就行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咱们就死在这里就行了啊！就死在这里就行了。这人打先是打了我一枪，然后两枪头给我锁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挂，好吧？没事，我们下一把好吧？再杀就要检测了啊！我们下一把。先把帅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？这波鱼打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先在公屏上打个会了。啊呀呀，重新开门了！看清楚一下啊，左边右边看清楚一下啊，左边，昨天别墅看海啊，右边楼顶天台啊。三把的一比大很帅啊，咱就是说啊，看到了，但是学不会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慢慢练啊，多投入实战经验中啊。主播赛季什么时候结束？马上就结束了，还有两天十几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丫能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吗？丫自己，丫自己都是个老逼，还给你介绍女朋友啊？不过丫丫有心上人了啊，丫丫有心上人了。这波我们丫来楼啊，封牌了。嘎一个。丫丫能给我找个老婆吗？最好带孩子那种，生麻孩子很麻烦。你死你！你要买一送一是吧？买一送一是不是？